建筑，在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投资的件数就已经破百件了。那这个投资的金额达到了10.8亿美金哦，所以这个部分，我国对于美国的投资金额跟件数的部分哦，大家可以看到，成长速度非常的快。那过去的部分，当然，供应链重组、地缘政治的影响，造成我们这个供应链去移转哦，所以很多的一些半导体、电子零组件的制造业都已经积极抢进了美国各地哦。包含台积电在投资 Arizona， 实际上新的一个电子零组件的半导体哦，就是从这个 Arizona 一直到 New Mexico 这个部分哦，变成一个新的 cluster 哦，所以台商很多的部分都已经抢进在这个地区哦，变成一个台商在积极建立一个新的聚落。那我想这个和创办人跟这个执行董事在这边，待会应该也有非常深的一个体会。那在这个部分，近期我想台美合作议题跟近期的活动，当然中小企业处很重要的部分哦，既然要叫做中小及新创企业署，很重要就是双方认为对于妇女跟所谓的女性的新创要怎么样来加强协助哦。那美国对于妇女这个议题相当的重视，所以他们有国务院有创办一个女性创业学院的 Academy of Women Entrepreneurship， 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们希望透过协助女性来提升她的经济赋能，来协助她提升她的技能，给予她更多。